我主要是给你洗澡。对，不会啦，别惊啦。快来，老板！你看，都你们班的，看起来好腼腆哦。谁知盘中餐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，那也会有养成的哈、哦、爱惜哈、哦、勤俭爱惜食物的好习惯，也可以推广我们哈、哦、传统的饮食文化。那农会跟公所在这个食农教育这块，今天办的是一个小部分，未来会继续的推广在地的产业。让我们的社会的这个休闲观光更加的发展，好奇的就是我们最主要是要让小朋友哈去了解到哈，以前传统的哈农夫在工作哈的辛苦啊，像哦爱拜蚕桃啊，哈爱过哦种诶用蚕诶水牛诶水牛哈来一起来耕作哈，啊让他们去体验说哦今天是哈粒粒皆辛苦的一个道理。风调雨顺，有风无灾，有雨无灾。二拜。二拜，祈求地，祈求。来杯水五粒，啊！你来插落啊！你会插这里，先走这里，退一步。拖一小撮，插压下去，再退一步。好，往这里压，往那里压，这样子。手把青秧插满田，退步原来是向前哈。对，来谁呀？要背对田，不要面对好，然后擦，看看我们那一些长官怎么擦。哎，这是一个传承哦，一个学习，也是一个传承。还有一点距离，那边不要过去哦，先擦烟哦，好不好？